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向，另外一个洞。其实人们是很幸福的，总共有四个洞。OK， 这个是从尼赖进来的第一个洞，是这里一个 business center 即将要 launching 了。如果你们这样子的情况，你们会在这里继续塞，还是走回去喝杯茶？因为已经塞了很久了，朋友。刚才十点钟我已经看到这样的情况了，现在已经是六点钟了。OK， 很懵，等一下我给你看。六点钟了，对啊，六点钟了，还在塞。你会继续在塞呢，还是进去兜里面的 R&R 喝杯茶？一分钟 touch 个 touch and go 就可以进来这一个 business center 了。OK， 我是 Sky 叔，今天是。8月10号星期六下午6点钟，谢谢你们。